下面请您欣赏特别的节目《小曲串烧》，表演者郭德纲、陶阳，伴奏者郭鹤鸣、张作军。下面我们首先有请陶阳为大家上台表演。好。
找花台，那是我们那些年排这个舞台剧唐伯虎三笑点秋香的时候牡丹亭一折用的，这传统的北京小曲儿。相声演员呢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唱指的是唱太平歌词，除了太平歌词之外再唱什么都算是学，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这都算是学。当然一说学跟人专业就比不了了，学一点点皮毛。这两天于谦老师也不在啊，拍戏去了，在西山那儿有一个什么农村题材的什么一个电影啊，啊是演什么妇女主任是什么那、还有个三五天啊，也是苦命人最热这几天，他天天跟人村里边那儿忙活着啊，天也热啊，大伙儿呢还能来支持我们，无以为报，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就想变着花样的呢让大伙来听个热闹。今天这场也是我们起个名字叫特别奉献，那平时我跟高峰我们不是一场啊，他是我师弟，今天呢给他捧一段，这之后呢带着孩子们说一说唱一唱耍一耍闹一闹让大伙瞧个热闹啊，谢谢各位对我们的支持。还是那句话，您各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唯有尽心尽力而已，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这俩也不是外人啊，我俩徒弟，这叫郭鹤鸣，这叫张鹤军啊。郭鹤鸣文武全才，说书啊，说单口相声，唱大鼓，唱单弦，弹三弦，拉四胡，吹笛子，什么快板没有不会啊。就这人呐，很难得有他这样，所以您琢磨都会啊，他就好不了啊。但是呢你说离着他还不成世界啊，哪门都能掏得起来，这一后台只要说有郭鹤鸣在，今天演什么都能开得了张，这是个能耐啊。何军呢我跟捧何军呢也是我徒弟，快板唱得挺好，这个平时没事楼底下郭家菜跟着忙活啊，相声快板财会三门报摆上鼓来了，咱们先唱一个西河大鼓的一个小段，待会儿咱们唱一个北京小曲，大伙听个新鲜啊。西河大鼓呢北方的传统曲目，你像这个河间呢、天津呢、北京啊都有这啊，有唱大书的，有唱短段，过去来说燕桂荣先生啊，好派北京的马派都很多，我是唱不好但是胆儿大，唱一个小段姜太公算卦，大伙听个热闹，你们觉得听得好呢咱就以后有机会再说啊。好，什么叫门啊？看您了啊，跟陶阳那得错开啊，因为你这个大人跟孩子叫的不能一样。为什么？他小孩他是童男子啊，其实我原来也是童男子。成年人的嗓音跟孩子那没法比，他那个没胆儿，我照他那么唱我就死了就啊。好了没有？来咱们准备吧，来我这个让鹤鸣啊款动丝弦支持成程给各位唱这段太公算卦。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青竹竿，百米拉来江山的用，青竹竿盖错了钓鱼的竿，七尺竿来八尺线，姜太公钓周朝是八百担八年呐、啊，这位姜太公啊。红石山经过要有琵琶精，心安详趁着太公润不起，何不叫了他的算卦风啊，这个妖女驾起了黑风来得快呀、啊，这个有短段啊，也有大书，老唱这大伙儿都听腻了。
咱们可以换一种形式。刚才陶阳唱有这个休喜红啊，还有告花台，这都属于是北京的小曲儿啊。我给您唱一小曲儿，这叫探清水河啊。这个探清水河现如今在北京很难听到。其实啊，有人喜欢唱二人转，你看反对花、正对花，什么十二重楼啊，什么这个放风筝啊，啊，探清水，这都是北京小曲儿，是打关里传出去，到后来咱们都不唱了，但是人家二人转还继承，往回倒倒这根儿啊，其实都是北京的民间俗曲。这探清水河是北京的一个真事儿，据说过去在这个海淀啊，叫昆玉河啊，现在都盖小区都盖房了，没有了。就那儿发生这么一个很凄美的一个爱情故事，一对男女两人搞对象，家家不同意，最后跳河死了，这么一个故事啊。当然很长时间以来这段子就几乎等于失传了，只不过各位看电影看电视剧，一表现旧社会写妓院生活，经常听到这个消息啊。后来有人说这是摇调，这实话实说啊，妓院里边没有专业用于那儿，他就什么都唱，并不是说这个小曲儿是搁那儿，是京剧人家也唱啊，妓院里边的姑娘们京剧啊什么啊梆子啊什么都爱唱，所以说他通俗易懂，很上口啊。把弦儿稍微咱们换一个调门啊，来你们先把鼓端下去，跟这碍事儿，我这文武带打这回再给翻了啊。来个人是人就行，成功了啊，行了吗？什么调门？一调。行了，你们弦儿也长了个调门啊，咱们这个款动丝弦，志志诚诚给您唱这段北京小曲儿《探清水河》。
儿啊，一把手拉住了亲爱的小心肝肝肝，不更天大明定让他知道心情，无廉耻的这个丫头喂带坏了我的门庭啊，知礼一定要将你打呀，一鞭子沾凉水定打不能容，大烈无话说被逼得跳老河，惊动了六哥哥来探清水河呀，亲人哎你死都是为了我呀，大脸妹妹忙点走等你六哥哥，秋雨下连绵撞向那清水河，好一对多情的人双双跳下了河呀，是心底女子变成了小曲儿来看清水河，变成了小曲儿来看清水河。啊！Mm-hmm.